同学大家好，今天统计学第三讲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统计图表。先前的张姐曾经谈到过，统计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体就是统计资料。那这些统计资料经过抽样调查所收集来这样的一个初级资料，通常是比较杂乱无章。为了让让那个看的人能够便于去理解、分析，甚至做后续的一些整理比较，我们有必要将统计资料。 按照一些分类的标准，然后以表格的方法或图形的方法来呈现，这样可以让看图看表的人能够快速的抓住重点。不同的资料形态所用的统计表跟统计图也会不一样。我们接下去就用以下这样一个分类图表来做解说。这个图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基本上资料大概分定性资料跟定量资料这两种。 对于定性的资料，在统计表上面比较常用的就是像次数分配表、相对次数分配表、百分比次数，或者是交叉表等等。那图的部分呢，则是长条图、圆面积图跟柏拉图。至于定量资料部分，在统计表方面有次数分配、相对次数分配，还有有关呃交叉表等等。在图的部分呢，点图、直方图。 先形图、多边形图、散布图等等，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统计图表。接下来，我们开始依据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统计图表的使用方法及它的时机。首先，我们先针对类别资料的形态、它的表列以及图示的方法。首先要注意，类别的资料它算是一种定性的资料，这些资料没有办法做运算的处理，因此。 我们一般来讲，处理类别的资料，我们会习惯先去整理它的一些各个分类，来去算它的次数，而这些次数一般我们就叫做类别次数。然后我们将这些类别次数再除以资料的总次数，也可以得到相对的一些频率的情形，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相对次数。我们先以下面的例子来做解说。下面这个例子是指一九七三年。 加州伯克莱大学研究所一共有一万两千七百六十三人申请入学。那根据这些申请入学的学生，我们来统计一下比较热门的六个领域，他们申请人数的情况如下。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六种领研究领域申请的人数，我们把它列在旁边。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这一年申请这热门的六个领域人数的多寡的情形，可以做一番比较。同时，我们还可以再做细分，例如，如果我们也关心各个领域里面男性跟女性申请人数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将总申请人数再划分成男性与女性，这样还可以再做一种。 性别的一种比较，到底哪一个领域男生人数多还是女生人数多？这就是一种用表格的方法来呈现类别资料的情形。除了用表格的方法来呈现类别资料的分布情形之外，另外一种就是用图形的做法。最常用来呈现类别资料的图形，首推长条图。那长条图我们可分为横条图跟纵条图。 至于什么情况用横条图，什么情况用纵条图，最适当的做法就是按照资料的形态，或者是分析者的一个喜好。一般说起来，常见的像地理数列的这些资料，我们会用横条图来呈现；而像次数分配的多寡，我们喜欢用纵条图。除了这些之外，像一些线条混合图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长条图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图表，都是方便用来呈现类别资料的形态。 我们首先来看下面这个例子，这是某电器厂商在某一年度有关彩色电视机、啊录影机以及 VCD 播放器它们的销售量做一番统计，我们可以利用直条图来做一个呈现。那由这个直条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在彩色电视机方面它的销售量是最多，而 VCD 播放器销售量是最少。 利用这样的一个图形，可以很快的让我们注意到有关这三种产品它们年度销售量的多寡情形。除了这个例子之外，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是有关台北市教育局为了了解国中的学生他们在课后阅读课外书籍的情形。我们做一番统计之后，也可以用长条图来做一个呈现。这个长条图是用横的方法来呈现，所以叫横条图。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啊，有关漫画的部分，算是所有的国中学生在课外读物里面，算是阅读量最多的一种书籍。那其他方面，还有各个的一些电玩杂志、武侠小说，我们都可以借由这样一个横条图来看出来，国中学生在他们课余之下阅读一些课外读物，他们到底是阅读哪些情形，可以由这样的图来呈现。 除了条图之外呢，另外一种常用来呈现类别资料的图形，则是，呃，圆面积图或叫圆饼图。那圆面积图算是一种很常见的统计图，它的原理主要是既有一个圆来代表整体所有的资料的情形，用各个扇形面积的多寡来说明各个分类所占的数量的多寡或所占的比例的情形。这种图表最常用。 就是在有关民意调查或有关投票支持率的这种各候选人得票情形的一个调查，我们会借有这样一个圆饼图来看待各个领域、各个类别他们所呈现的呃次数的多寡或所占的比例多寡。以这个图形来看，那这个图表看出来就是啊、呃，国中生他们在课外读物的阅读情形，那由于漫画这一类占了五十个百分比，所以。 从这个圆饼图一看就可以知道，以这一类型来讲，它就单单这一类型就是占了一半，啊。所以它是最多了。我们可以借由一种图形来看待各个类别的一些情形。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接下去我们要来看的是啊，根据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所主办在台湾地区农业基本调查里面，日期是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八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为止。 各地区的农家人口数的一个整理，那我们借由这样一个调查，我们来用各种图跟表来呈现。好，它资料所告诉我们的讯息，首先第一个就用表格的形态。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分四个区域，分别是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而他们的农业家庭的人口数，把数量我们分把分别写下。 各地区的旁边，甚至在最右边那边，我们还可以算出他们的一个百分比，可以看出各个区域他们的啊人口数所占的百分比大约是多少。除了这个图表格之外呢，接下去还可以用图来做呈现。这个图来做呈现，这个则是一个长呃直方，应该讲说是长条图。从这个长条图，我们也可以秀出啊各个地区农业的人口数的情形。 再看下一个图，下一个图则是用啊、呃、一样是用那个直直的长条图来做呈现，一样可以看得出来是中部地区农业人口数最多，而东部地区是最少。再来看下一个图，下一个图则是圆面积图，圆面积图也可以看得出来，中部地区它的人数是最多，而东部地区它的扇形所占的比率最少，所以它的人数也是最少。 再看下一个图，下一个图则是可以画成是将圆饼图把它画成具有立体的结构，甚至把它切割出来，更能够看出各个区域所占的一个分量跟它的比率的情形。以上这些图表都是针对类别资料而成立的。那接下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做介绍。 讲完了类别资料，我们接下去要谈的是计量资料的图形的呈现。计量资料不同于类别的资料，在于这些计量资料它都是数量的一些大小，它可以做一些计算。那尤其这些资料的数量通常是非常大啊，通常是非常杂乱，因此在做图表呈现之前，有必要先要去做一番整理，一样也是要做一些分类的动作。那一般来讲，针对一组未经整理的一些 计量资料，我们第一步通常会给它做排序，排序就是将一群数据从小到大把它做排列，这样排出来可以让我们知道资料的最小是多少，最大是做多少。那对于一组未经整理的资料，我们如果把它做排序完之后呢，我们喜欢用 x 的下标写一个刮胡 n 或刮胡 i 来代表第 i 个小的资料，而第。 瓜五 X one 就代表第一个资料，瓜五 X two 代表第二小的资料。像这样的一个资料形态，就是一个叙述统计量。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例题。下面这个例题是有关啊十六家银行的一些活期存款利率如下。那首先我们先将这些数据资料由小排到大，将由小排到大到，我们就可以知道利率最低的是一点八，最高的是四。 可是，如果资料的数量很多的时候，单纯用这种方法来做整理，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图形的方法来呈现。首先，我们先看下面这一个表格，可以看得出来，用 x1、x2 一直到 xk，分别是代表不同数值的情形；而右边的 f1、f2 一直到 fk，分别代表各个数值它发生的次数。 如果我们针对这些数量资料按这样的方法来整理的话，这就是一种计量资料的次数分配表。我们由下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解说。这个例子是数据资料有从零、一、负一等等一直到三，有正有负。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资料，因为有很多都是重复的，我们就利用这些数字来做它的分类的依据，从负五一直到正。 然后从这些资料旁边则，则是指的是他们的一些发生的次数，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计量资料的一个次数分配表。那除了这些表格之外呢，有时候数据的数量啊，如果再更多一点哈，单纯的利用这些表格来整理也是不够的。接下去我们要介绍另外一种，就是用图的方法来呈现。这个图的方法呈现叫做点图。 点图的方法就是直接把数值的大小直接标示在坐标轴上，用一个点的方法直接标示在横轴坐标轴它的位置的地方。遇到重复的点，我们把它堆叠上去，将所有的资料都利用点来呈现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组资料啊散布在整个坐标轴的散布情形。当如果点的重叠数， 越来越多，那它堆叠起来也越来越高，那就代表这个值的出现次数很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看出一群数据的一个分配形态。可是当数据的数量如果再更多一点的时候呢，单纯用点图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看出数据的分布情形。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更深一点的技巧。这边要介绍的就叫做一个叫次数分配表。 这个次数分配表通常就是针对你的数量的资料更多更杂乱，我们必须要先去给它做一些分类啊，依据不同的分类，我们再去统计各类别里面出现有几次。我们以下面这个例子来做解说，下面这个例子是指中华职棒三年各队球员的打击率，这些数据全部都是所有的球员的打击率。 如果没有经过整理的话，我们实在很难看出它的一些打几率的分布情形。那如果我们去给它做一个整理，我们可以把打几率分成好几组，例如是从零一直到怎样，零点零七一组，然后从零点零七到零点一四，以此类推，一直到打几率从零点四二一直到零点四八等等。这些各组的次数我们列在旁边，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看到。 大概所有的球员打击率最多就是落在在两乘一到两乘八之间，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把它做一个整理，就算是一种次数分配表。再看下一个例子，下一个例子则是某一班同学五十位同学的统计学期中考的成绩，这些成绩未经整理，我们也很难看出一个端倪。但如果去把它做一个整理，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首先。 我们先将数据来做排序，啊，从小排到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最低分是考三十三分，最高分考九十八分。利用这样一个排序资料，我们可以把最大值减最小值，就可以得到它的全距。这个全距呢，算出来是六十五，就是代表这一组资料，这个全班考试成绩的分布情形，大概有距离有六十五分，最高分跟最低分。 第三个步骤，我们要来算一算，到底我们要分几组来用表格呈现比较好。那一般统计学会介绍一个公式来做计计算，那这个公式是做参考之用，也可以由分析人人自己去做决定。那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方法，是由这个公式算出来是得到六点六多，所以我们可以取 k 等于七组。那 k 等于七组，我们可以把整整个资料的距离六十五分除以七。 所以代表每组之间的资料的数量的宽度是九点二分，用九点二分来作为各组各组的宽度，似乎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建议取宽度为 h 等于十比较适合。当我们每组的宽度取十分来说，那么一共七组就会有七十分的一个宽度，那七十分的宽度刚好可以涵盖真正资料的全距六十五分，这样是非常适当。如果你的组数取六组。 那你的主句就必须要用十一，十一跟十比较起来，那就比较不好。接下去下一个步，我们要开始要定我们的主线跟主界。在定主线跟主界的时候要注意，以图表这边所来看，就是由三十到三十九分，这就是我们的主线；四十到四十九分是我们第二组的主线。而主界呢，主界只是把你的那个主线去加减你的。 二分之一的标准单位，啊，主主主线怎么去算呢？基本单位差，因为这是指考试的分数，所以这是指一分。 所以第一组的主上上组界呢，就是你的第一组的上限三十九分，再加上二分之一乘上你的基本单位差，就是一分，所以可以得到三十九点五分。而第一组的主下界，我们就用第一组的主下限去减掉二分之一乘上基本单位差，所以可以得到二十九点五分。那其他各组的主界都可以以此类推，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各组的一些分布的情形。 再来下一个步骤，我们要谈的就是有主界跟主线这些，我们可以求得叫做主终点的值。所谓主终点，就是把你的上主线加下主线除以二，或者是上主界加下主界除以二，都可以得到主终点。主终点的意思就代表这一组资料的中心位置在什么地方。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主终点来代表这一组资料的所有的值，都可以用主终点来做代表。 接下去，下我们来看下一个步骤，要开始做画技，并且去计算它的各组的次数。那画技的部分，就有图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去把班上五十个同学的资料，我们去统计一下，到底落在这个组界二十九点五到三十九点五，到底有几个人？有四个，人，我们就画四横。那第二组呢，则是有。 六个人，那我们就用一些画技来做表示，然后最右边那栏则是写出它的次数。有了这样一个表格的呈现，这就是一个啊、呃、叫做一个叫做次数分配表。那有了这些次数之后，我们还可以去除以全班的总人数五十。例如第一组四次，我们四除以五十就是零点零八，就代表考试分数落在这个第一组的占全体占了百分之八。 而第二组就占百分之十二，以此类推，就可以得到百分比的情形。那另外呢，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去算一些累积的一些次数，啊，例如我们从由最下面那一组来累积起，或者是由最上面那一组来做累加起。以画面上来看，我们先看以下累加，就是从第一组最下面那一组有四个人。 然后第二组有六个人，所以加起来是十个人，以此类推，累积到最高那一组，一共得到总人数五十个人。那最右边那栏以上累加，则是先从最高分的那一组四个人开始累加起，然后累加到第二高分的那一组，一共有七个人，所以累加了十一个人，一直累加到最低分那一组，一共可以累加到五十个。人。 这些都是利用这些质量计量资料，根据我们所需要去算一些图表的一个整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除了次数分配表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图形的方法。这个图形的方法就是一个长条图。 或者是要应该讲说是直方图。那直方图，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图形。以刚刚考试成绩的一个情形，我们把分组次数分配表分别来画直方图，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分布情形是这样。落在最中间那一组一共有十二个人考这样的这一组的分数，那分别从左右两边下降，我们可以看出班上同学统计学成绩的一个分布情形。 大约是一个啊，有单峰啊，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接下去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下一个例子是谈某一个公司有五十位推销员，他们的业绩的次数分配表如下。有了这样一个次数分配表，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的次数，也可以得到它的相对次数。再将这些次数分配表把它画成图，一样可以用直方图来呈现。 下面这个图就是一个八十七年推销员业绩的直方图，可以看得出来啊，其中有十八个人落在的那一组，算是最多人有拥有达到的业绩的那一组。除了这样表格的图表的呈现之外，另外一种可以用来当做一种次数分配表的情形，也就是说，直方的高度呢，代表相对的频率，也是一种相对次数。 这个相对次数的求法就是先把你的次数去除以你的总总人数，那可以得到像最高的那一组是零点零七二，就代表它占了七点二个百分比。除了这个图形之外，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把直方图的各个长方的边的顶端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分布的走势。那这样一个走势。 可以让我们看出来这几个业务员他们业绩的一个分布情形。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下面这一个，则是一种累积的次数曲线图，也就是说，我们先由以下累积或以上累积可以看出，由以下累积最后累积到五十，或以下累积最后到零。 这些都是基于需要，你可能要在做报告、要解说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善用这些图形的变化来解释数据的一个分布情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次数分配的形态。我们将这些之次数分配表把它画成图、画成这些直方图完之后，这些分布的形态通常可以划分几种常见的类型。 不同的类型，它代表数据背后的来源有可以不一样的一个解释方法。首先，第一个是有关单峰对称的分配。单峰对称的分配是指分组资料在中央的组别所对应的次数最多，而且在最高的左右两边逐渐下降。那由于它的形状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又会把它叫做它是一种中型的分配。这是第一种。 例如像现在所看到的图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单峰对称的分配。那可以看得出来，左右两边都非常的低，中间的是最高，就代表出现的次数是最多，频率是最高。而这样的图形也有点像一个中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又把它叫中性的分配。第二种情形则是有关单峰不对称的情形。 单峰不对称的情形又可以再细分两种，一个是右偏的分配，一个是左偏的分配。右偏的分配是指高峰在左，右尾比较长，所以有时候我们又把它叫正偏的分配。左偏的分配相反，高峰在右，左尾比较长，所以有时候又叫做负偏的一个分配。从图形上面的呈现来看，这个就是一个单峰不对称的右偏分配，因为它的右尾右边尾巴拉的比较长，而它的高峰是。 比较靠左侧，所以这是一种右偏的分配。另外，如果你的左边的尾巴拉比较长，而你的高峰是靠右，则是一种左偏的分配。除了这些分配形态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 Z 型的分配，也就是说，你的次数最高的那一组是落在最右端或者是最左端，而次数最小的则在另外一端，所呈现一种。 好像逐渐在递增或逐渐在递减的这种情形，这个我们又把它叫做 Z 型的分配。那像图表现在所呈现的，这个就是一个 Z 型的分配，它的最高的是在左手边，最低在右手边。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最高在右手边，而最低在左手边，呈现是逐渐递增的情形，这都是 Z 型的分配。还有其他的分配形态啊，例如像 U 型的分配。 或者是双峰的分配也是常见的资料出现的情形，U 型的分配看起来的情形，好，这是属于双峰的分配，双峰的分配代表它的高峰有两个，这两个高峰未必是同样高啊，但基本上它呈现有两个高峰。那另外一个叫做 U 型的分配，U 型的分配就是中间比较低，左右两侧比较高。 除了这些分配的图形之外呢，我们接下去要谈的是茎叶图跟香型图。茎叶图跟香型图也是非常常用来分析计量资料的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图图形的技巧。利用这两种图形，我们可以很快的抓到数据的重点。我们先来谈谈茎叶图。我们先以一个例子来做说明。这个例子是指调查了十三家公司的税后存益如下。 好，分别有三点五亿元、四点四亿元，以此类推到五点七亿元。我们仔细观察这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资料都是个位数字跟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像这样的数据资料，数量数据的数量又不多，而且数据都是属于这种个位数一位以及小数点后一位，最适合用来做茎叶图。好，茎叶图首先第一个步骤，先要去把它分类，它的分类依据。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金，这个金呢，由于这些这十三家公司的税后存益，个位数字都只有一位，所以很方便呢我们可以用个位数字来当做我们分类的依据，例如二就代表它的税后期、税后存益是二点多的开始，然后三四五六，夜的部分呢，夜的部分则是小数点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小数点把它列进去。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关二的部分有二点三、二点八、二点四；三的部分有三点五、三点七、三点四跟三点七，以此类推到六的部分有六点零零。但如果我们可以把页的这里面的资料再去给它大小做排序，例如二的这边有二点三，然后依序到二点四、二点八；三的部分的三点四、三点五、三点七、三点七，更能够看出数据的分布情形。 我们把这个图把它做一个调整，其实把它转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一种精液图，它可以看出各个资料的类别，它的分布情形。其实这样一个转过来这样的图，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前面所看待的像直方图的意思是一样。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指五十位同学的现象成绩，一共有五十笔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两位数据。 所以说，当然很适合用来做茎叶图。然后从茎叶图这边分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由于啊个位数字从呃个十位数字从二到九，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茎叶图的呈现。除了这个图表之外，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只是把同样的二十几分的这一组又分成啊五分以上以及五分以下，所以二的这一组一直到九的这一组，分别也可以做更细部的一个茎叶图的划分。 这些都是茎叶图的一个应用。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叫箱形图。箱形图的图形大呈现的就是啊，像画面上所呈现有一个箱子，然后各有一个直线延伸出来，往上代表数据的最高值，到往下是最低值，而中间箱子的中间那条线代表是数据的最中心的位置。我们一样以。 以横的也可以来呈现它的箱形图的情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是指一个产品研发工程师想要了解纤维当中五种不同的含棉量到底对于合成纤维的伸张力的大小有什么影响。于是，工程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分别在十五 percent 到三十五 percent 这五种不同含棉量的情形做实验。资料如下，那可以得到这些资料。 那把这些资料拿来画箱型图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含棉量越来越多，它的伸张力强度越来越高，一直到最高的部分又急速下降。这就是一个箱型图的使用方法。今天所介绍的这些统计图跟统计表，都是针对不管是类别资料或计量资料而来。谢谢同学的收看。